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山东泰山、湖南衡山、陕西华山、山西衡山、河南嵩山被称作是中国五大名山，也叫做五岳。千百年来，皇帝在这里祭祀，僧人道士在这里修行，名人雅士在这里赋诗作画。五岳由此留下了众多文人遗迹，也留下了五岳归来不看山的感叹。地处中原的嵩山是五岳中的中岳，在嵩山的周围，寺庙、宫、观、庵、洞、坛、台阙、院碑塔等等一应俱全，可谓历代典型建筑大荟萃，是中国少有的建筑艺术宝库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嵩山历史建筑群。嵩山位于河南省当方市西北面，地处中原，东西横卧，海拔1494米，古称外方，夏商时称嵩高、崇山，西周时称天士山。公元前770年，平王迁都洛阳后，以嵩为中央，左带右华，为天地之中，因此称中岳嵩山。嵩山总面积约为450平方公里，由太史山与少史山组成，最高峰连天峰1512米，东西绵延60多公里。嵩山是历代帝王将相封禅祭祀的地方，也是文人学士游宴讲学、高僧明道隐居的圣地。以嵩山为背景形成的历史建筑群包括少林寺塔林、嵩阳书院、中岳庙等11处古代建筑。这座由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创建的观星台，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观星台，它保存了古代龟表测影的实物，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建筑之一。阙是中国古代一种标志性的礼制建筑，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礼制思想，而嵩山保留的汉三阙是现存最古老的阙，更是中国古代石雕艺术中的珍品。在嵩山历史建筑群当中，嵩阳书院无疑是其中的精华。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，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嵩阳书院是中国创建最早、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，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、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、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。宋朝人又把嵩阳书院列为四大书院之首，以此作为新儒学、洛学的发祥地之一。嵩阳书院的崛起对当时教育的普及、社会风气的改善、人才的培养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。嵩阳书院依山傍水，建筑优美，简洁而不失雅致，古朴中透着书香。嵩阳书院的前身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创建的嵩阳寺，是一座佛教寺庙。隋炀帝时期更名为嵩阳观，变为道教活动场所。唐高宗时期，高宗李治两次来到嵩山，都以嵩阳观为行宫。后唐时期，一些士大夫在嵩阳观聚徒讲学，后更名为太乙书院，这也是嵩阳书院讲学的开始。北宋时期，宋仁宗赐名嵩阳书院，并赐良田。嵩阳书院的师资条件得天独厚，司马光、范仲淹等名流都曾在此讲学。司马光的巨著《资治通鉴》的一部分内容也是在嵩阳书院里撰写的。嵩阳书院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，但是明末书院毁于战火，清代康熙时书院得到重建。此后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，规模逐渐形成，布局日趋延展，成为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。
在嵩山峻极峰下有一座寺塔，人们只能走进塔内，却登不上塔顶，因为塔内没有塔棚和木梯。嵩岳寺塔是用糯米汁拌黄泥做浆，小青砖垒砌，这种选材以及用料在世界上是首创的，也是独创的。因此嵩岳寺塔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曾经列出了一份必须重点保护的文物清单，根据重要程度，梁思成在其前面分别标上两个圈、三个圈、四个圈，而在嵩岳寺塔前面他赫然标了五个圈。嵩岳寺塔是现存最古老的砖塔，该塔上上下下都是由砖砌成的，内为楼阁式，外为密檐式，总高41米左右，塔身切面是等边12角形，中央塔式则是8角形。这种密檐型12边形塔在中国现存的数百座砖塔中是绝无仅有的，整个塔式上下贯通，呈圆筒状。塔式之内原来放有佛台、佛像，供和尚和香客做佛事之用。整座塔外表刚劲雄伟，细节上明快秀丽，建筑工艺极为精巧。嵩岳寺塔虽然高大挺拔，但却是用简单的砖和黄泥粘砌而成，塔砖小而且薄，很难想象用这样单薄的材料制成的建筑可以历经1400多年风雨侵蚀依旧巍然屹立。嵩山历史建筑群不仅是古代建筑艺术的宝库，嵩山地区还汇集了儒释道三教文化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。据记载，嵩山曾经有30多位皇帝、150多位著名文人亲临过，关于嵩山的盛赞更是数不胜数。诗经当中有嵩高为岳，峻极于天的名句，道出了嵩山的险峻。清朝乾隆皇帝用太少无穷傲来赞美嵩山，千百年来嵩山以其独特的姿态让无数人为之折服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，距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。它的发音十分全面，几乎能发出现代钢琴上所有的乐音。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，它不仅仅是上层社会的专用乐器，更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。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编钟。